这次那个参加北美奖的作品是五百颗柠檬树，然后这个作品的概念主要是透过我利用参展的资源，比如说参展费、材料费，我把这笔资源拿去购买柠檬树的种苗，以及去做种植、生产柠檬，甚至到最后的自己酿造柠檬酒。对，然后我是想要透过这样子品牌的建立，去活化这些慢慢被遗忘的事情之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是，它除了生产酒，它也生产文字。对，那所以这一次我设计了蛮多一些，算家具吧，可以让你们去阅读文字。那这个文字是关于这个品牌，或者是关于柠檬这样子一个东西的故事。那这些家具的来源呢，主要我是利用，其实是在我们家那边的一个很旧的农舍，我把那个农舍，那农舍本来就里面有很多木头一些家具，我重新去拼凑这些家具，把它从原本已经毁坏或者是没有功能性的东西，重新再把它拼贴整修，变成是一个很诸多可能床，对。然后它可以让人们可以坐下来，好好的阅读关于这个品牌、这个柠檬，甚至一些这个品牌里面的人事物的一些故事。我是陈廷君，这次的作品名称叫做《日梦之所》，然后其实是关于一个拜访陌生人的房间或是家屋的一个拜访的计划。一开始是有一些原因，然后使得自己一直不停地搬家。刚开始都是比较关注于自身所居住过的空间的样貌或是记忆的探讨。我开始好奇朋友们，我所认识人的房间，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然后渐渐的我更好奇我不认识的人，陌生人他们的房间。所以其实这一系列创作一开始是以窥探他人的私密的器具空间为出发点，把这个计划的目的然后贴在一些地方的布告栏，还有网络宣传的方式，然后渐渐的有一些陌生人与我联络。这一次计划总共包含了近30位在不同地区、不同国籍，然后不同年龄，甚至是不同职业的人的住的地方，这样子经由访谈、拍照，还有回想那个地方 的样子，然后最后以绘画的方式来诠释这个计划，这样子。我是黄瑜珊，我这次参加台北奖的作品大概可以分为两个系列，其中一个系列就是下我身后的不自然，这样子一个弹性的布料，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人的皮肤的表皮。象征探讨它形态的造成，去影射我们人性格是如何被养成。那还有另外一个系列叫做看见看不见，看见看不见这个系列的作品，它的呈现方式我做了一个就是模拟我们光影的效果，制造出一个假的影子出来。台北奖这两个系列的作品其实也都是在探讨跟观察我们人因为外在因素而造就的性格，或者是反弹出来的一些防卫的心态的一种模式去做，所以我觉得是我想我的材料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的。我先讲这个作品，它只记录好的那一面。我构想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它是基于一个善意，
就是那个善意是我想要记录你们的珍贵的感情，这样的善意其实换回很多很多的善意的回应，然后它其实构成这个计划的这个作品的主要 的部分。结构上来说，就是我去找第一位 A 小朋友，然后 A 小朋友去介绍他的朋友 B， 然后 B 再介绍 C 介绍 D 等等等等，这样子一点点下去就构成了一个友谊链。情感对我来说更像一个钥匙，就是可以理解，因为 A 介绍 B， 所以我是透过 A 可以进入 B 的家门，所以他们之间的友谊变成我的钥匙，去访问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家庭。然后这件事情是相当不容易的，尤其在一个非常重视自己隐私的一个个人主义化的社会，真的是在这里面都是善的力量。对，我是张文达。这次展出的其实是一个组件作品，然后它其实是有两件装置组构成。我是将三一二十四小时后就是所发生的非常大量的地震余震的资讯，用雷射雕刻的方式，就是刻在一个黑色一层一层的亚克力，然后这亚克力叠在一起，下面打光，其实它会变成一个立体的雕塑，就是一个地震波形。就是其实在看见的跟看不见的讯息当中，会有一个非常广的一个状态跟想象。然后其实不同的东西，它会在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一个强度或是讯息的一个力度，就是在这整个空间中会散播开。我这次作品的名称叫《另一种阴景系列乐透》，那这次就是做了一台可以开像是乐透开奖的彩球机。那这次作品的创作理念其实是延续有关于随机这个命题这样。那我觉得这样的随机，它似乎是一种有限度的，它不是永无止境的。这个随机其实还有一点比较跳脱的去讲的话，这个偶发其实也可以说成是一种像是我们中国人常会讲的一种缘。所以我觉得缘这件事情会在这一次的作品当中提到，我觉得虽然说我还是用数字，然后我试图用了一些比较类比的转换，然后让原本那么数位的东西不再是这么数位，然后用这个方式去，我觉得这是一个背后蛮复杂的一个关系这样。我觉得可以用比较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是有它的音乐性，有它的艺术性。那我有透过某些机制，我想要用这些机制把那些日常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样。也就是比方说数字嘛，我刚刚讲数字也可以是音乐。那如果数字是音乐这件事情它要被成立的话，那会是怎么样子的诠释手法这样。就这个作品我是在描述中英新村这个地方。我的作品主要是分成三个部分嘛，一个是影像，就是有14分钟影像，然后一个是小册子，再来是7张图画，这样找到一些当初盖中英新村的这些档案文件，然后我重新绘制它，把它编写进我的梦境和一些我自己内心的感觉里面，这样。因为之前这个作品在今年有先做过一次个展，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整理很清楚，就是关于可能是比较理性的去思考一些事情，或者是完全是自己感性的部分，我觉得在那次个展里面没有做得很好。其实我觉得这次蛮幸运，就又有一次机会可以再展一次。这一次的呈现，我就把一些思考部分减少，就是剪到比较少，然后比较以纯粹感性的面去呈现吧。我是廖奇宇，然后我大部分的作品是我会在我的录像里面做表演。这次参加台北美术奖
的作品叫做小心。小心其实在一个在这个录像的作品的开头，那他在那个在说出小心的时候，因为小心好像就是一个很好像是一个很日常的很一般的，就好像一个有点像叮咛啊，或者是说一个很友善的一个字句这样子。它其实是一个三频道录像，那我也同样在我的这件作品里面做一个表演。那在这件作品里面，它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灵感是来自于我在描述一个生活里面突如其来的失落感，或者是某些意外或者是感伤的事件这样子。那大致上是这样。大家好，我是钟庸。就是我的生活。基本上这个作品是一个摄影师把那个镜头反转过来拍那个摄影师他自己的生活。那我习惯我或者我喜欢用不同的，比如说动态的影像，平面的影像把它放在一起，那加上时间，对，那我觉得那个会比较接近我想要说故事的方式。那有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些画面你看到了，你感受到了，如果你没有把它拍下来，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没有把它写下来，那好像是没有发生过一样。那为什么会叫民生里民生里？那我会用两个，是因为我希望我可以另外再建构一个小说式的民生里，我就把民生用水跟无核意识的居民当作我的叙事讨论的对象。现在的人的心态好像就是很远离那些就是跟自然环境的关系。我透过绘画呢，我就把看不见的河川跟它河上面的建物，把它视为一个整体去处理它。在这件作品上，本来就是一个算是其实默默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群一大群的人在后面，算是把它慢慢的建构出来。我自己用这名称的原因，这样。我在郑重校，这个作品名称叫做《第三次工业革命》。那我总共有18件作品参展。那其实这一些我会开始画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因为我从我们学校的垃圾场捡了很多的画布，每个学期末都会有学生丢画布，我把它全部捡回来以后，就是光捡这个动作，触发我想要去做这个能源问题啊，环保的意态的环保意识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也好，我后来我就去做一些研究，就做一些能源的研究。那我发现说，我们能不能做未来性的东西？未来性。艺术应该是可以不要再反省时代，艺术可不可以创造时代？以我的艺术观，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艺术创作应该拉得更长一点，就是以作者认为的艺术观拉得更长，而不是就是直接呈现这样。所以我的作品基本上还是用很传统的油画方式画，然后我用我自己自画像的方式套进去。就光这个符号套进去，我觉得它那个艺术性拉长了，所以大概是这样。我叫何玉达，好，我的作品叫做《24小时槟榔摊》。然后我这个作品其实发想是来自于有一次我去 Vegas， 然后在 Vegas 里面，我们通常是用开车在移动，那所有的广告看板的设计或者所有的视觉符号都是给开车人看的，所以它都会架在高高的地方。这是算是我概念的起头吧。其实槟榔摊的概念其实跟 Vegas 有点相近，我就想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槟榔西施、槟榔摊，把它撇去掉，它贩卖槟榔这件事情啊，它纯粹变成是一个符号，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台北奖就是开办以来了，就是它就是特别培育许多视觉艺术创作的人才，鼓励具有发展潜力，而且它持续在致力艺术创作的优秀人才。那并且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展览呢，就能够挖掘富有内涵还有时代精神的艺术创作。所以这次的那个作品里面呢，有在营造某种亲密的关系、实质的关系、开放的关系，甚至有到国际的这种在多元文化之间那个的这个人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就这一点好像在以前没有这么清楚。艺术家这么多，他们要有一个好的一个露出的舞台。那我们希望说，他不光是得奖而已，
它的那个露出，我们希望是更加有效、更加的深刻、透彻。台北美术奖啊，从开办以来呢，就已经培育了很多视觉艺术的创作人才。那它可以说是台湾当代艺术圈非常重要以及具有前瞻指标性的一个竞赛展览。最近的那个艺术家，做的作品其实小小的、轻轻的，可是对那个更细致的一个、更多元的这种那个时代的一个潮流，他那个掌握的更加的敏感。而且那个，我觉得说，这个展览可以说是新一代艺术创作者展现个人的实力、潜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北美馆展览组长萧淑文，他今天也代表整个评审团来为我们讲评一下今年的台北美术奖。首先先恭喜所有进入决审的艺术家。这一次的所有的一个十二件作品里面，大家会可以看到所谓的一个跟环境的现实性非常呼应的，是用一个非常清楚的自我意识的一个姿态去表达一些对于当下社会的一些观点。这一次的一个入围者，不论是用行动、劳动生产、文字、绘画或影像，是毫无疑问的将引导我们看见当代艺术的开放性，及见证勇敢冒险的当代艺术作品，是借由对真实世界的热情承诺。这以上是我代表评审团的发言，谢谢。非常谢谢展览组长。我们是不是请工作人员把前台稍作整理？那也请艺术家到前台，待会可以跟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谢谢。台北美术奖开幕暨颁奖典礼，典礼开始。首先有请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黄海明先生为我们致辞。各位艺术界朋友，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非常高兴主持2013年台北美术奖的开幕。那今年呢，我们应该从260多位的那个参赛者，然后第一轮挑出20几个，然后又从20几个经过面谈，然后选出12位呢，就进入到决审的这个阶段。那在决审的这个阶段，我们就把他的所有作品按照他我们但是有一些空间的一个限制，可是他尽量的就是按照他的理想去把他的作品呈现出来。那我们的7位评审，包括馆内2位，外面5位，过程中间呢，那个几位评审他们的共识其实蛮高的啊。那非常顺利的从中间就选出了1位首奖，还有5位优选，在这边就恭喜各位得奖者，好，谢谢各位。接着恭请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刘维公先生为我们致辞。好，在座的各位嘉宾大家好，对，台北美术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我个人认为反而是更加是一个肯定啦。我相信这些得奖的作品未来一定有更多的展览的机会，或者更多的一些镁光灯也好，或者注目的焦点会在他们身上。那美术馆的功能本来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对。那北美馆的同仁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他们也承受到很多各界的一些期待，那台北美术奖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北美馆的同仁跟我们一样，那我们愿意为台北的美术继续为大家服务，那提供更好的设备，提供更好的那这样的环境，然后让台北的美术然后能够在华人世界甚至全世界啊得到高度的肯定。最后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那整个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请台北市议员许淑华小姐为我们致辞。我想今天其实我很开心哦。其实我一长期以来都对于这个美术奖我非常非常重视，所以在议会呢，在这一笔的预算哈，我们绝对不会有意见，而且针对奖金的部分应该还要再提高一点哦。所以当时希望网罗更多优秀的这些艺术家来踏入这个圈子里，也就是说如果能在这个地方办展，也就是表示他是一个非常 top 非常优秀的一个艺术家。那我也谢谢所有的艺术家，谢谢你们长期支持我们北美馆，那也谢谢你们支持台北市政府。我想
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那也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也祝福我们这次的大会成功，谢谢。接下来即将颁发2013台北美术奖，台北美术奖设首奖一名，可获颁奖座及奖状。本届荣获台北美术奖首奖的得主为黄博志，得奖作品是500棵柠檬树，有请黄博志先生上台领奖。现在恭请文化局局长为我们颁发奖座及奖状。接着请局长帮我们颁发奖金55万元，请馆长也上台跟我们一起合影一下。 好，谢谢大家。接下来颁发的是优选奖，本届优选奖得主有5位，有请以下这5位得奖艺术家上台领奖。吴建莹，得奖作品我的朋友。陈廷君，得奖作品《日梦之所》。郑从孝，得奖作品《第三次工业革命》。另外还有2位不客出席的艺术家，分别是王仲坤，得奖作品《另一种阴景系列》《乐透》。以及郭瑜平，得奖作品《延迟与凹洞》。现在有请文化局局长为我们颁奖。好，恭喜得奖艺术家，请大家给予热烈的掌声。谢谢局长及馆长。最后，我们要颁发入选奖。本届台北美术奖共有6位艺术家获得入选。今日到达现场的艺术家总共有3组，请这几位艺术家上台领奖。名生里，名生里，入选作品名生里，名生里。何玉达，入选作品24小时槟榔摊。以及张庸，入选作品双树 Midva。 黄于山，入选作品不自然，看见看不见10号。另外有2位艺术家不客出席，分别是张永达，入选作品 Matrix 24号，以及廖启宇，入选作品小心。现在我们恭请馆长为我们上台颁发奖状。接下来我想请局长还有所有得奖的艺术家一同上台，大家一起合影。好，谢谢大家，请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鼓励。典礼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来临与参与。旁边另外备有茶点，也请大家尽情享用，谢谢大家。